30部汽机车一台接着一台，沿着台13甲线外环道聚众绕行，车头灯一闪一闪，相互助威。 警方接获民众检举，在苗栗造桥台13甲线有30部车违规夜游，虽然已经降为二级，但调阅路口监视器发现这群车友在路上竞速尬掐违规闯红灯，还有3台机车用反光胶带遮蔽车牌，试图躲过追缉。闯红灯、无照驾驶、未使用灯光等等，共开出23罚单。 新台币40000元。降机解封车友车距夜游不守规则，闯红灯、挡车牌、危险驾驶，警方开出20张罚单，强势重罚，要杀鸡儆猴。记者苗栗综合报道。